真是有意思的一幕，网友们的眼睛真的太雪亮了。我觉得这事情真的写出来以后，我觉得好多地方可能会效仿啊，模仿来做这个事情。说的是这个武汉的江边啊，曾经有这么一个雕塑，很漂亮啊，是两口子带着一个独生子啊，这个是蛮符合以前独生政策啊，这个只生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主题。而最近呢，网友发现，哎，他又多了两个孩子，这孩子多了一个妹妹，多了一个哥哥啊，这个按理说应该是多一个弟弟，多一个妹妹啊，那不管了。那反正这一家三口变成一家五口人，而这三个孩子呢，也暗示着生三胎呀，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和寄托，同时也是一种好的宣传啊。那你们啊，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，我暗暗心里面想的是，哎呀，做父母真的不容易啊。那这个时候要带三个孩子也挺辛苦的啊，所以这个。生三胎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场景的描述，更背后呢是一个社会生活负担啊，以及大家的这个思想的转变啊。好在这样的宣传呢将来一定会影响更多的家庭，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呢人口结构能够更加的往趋于良性方面发展，但是呢也希望每一个家庭呢量力而行。